戏里打迅姐那场戏，用鞭子抽他，太吓人了。然后我就到那个棚里面，一下就见到迅姐，那是第一次见到。哎呀，我说迅姐，你能让我再多看你一会儿吗？多看五分钟，不然我感觉我在看电影。看他本人都看五分钟，然后看了一会儿，我待会儿怎么打呀？迅姐说你就真打，我这是鞭子呀，你就真打。哎呀，紧张死了，我一鞭下去，居然那个尖儿抽到他这个左眼睛了，就这样啪啪。然后看到迅姐眼泪哐就出来了，我那个心啊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心想还好带着我的背，我不行，我还得再打，因为现在拍着他，因为你要停了以后刚才就白打了，他就白打了。我就还在那儿打，我整个人整张脸行尸走肉，我还在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然后迅姐那条就过了，哎呀，给我紧张的不行。然后呢，他生你气了吗？他没有，但是我拍完我就特别忐忑，因为拍完还没给我签合同。